边大不大？这边的还好。这边没有中耳炎。这个疼吗？不疼。Hello, Kugo.
新乡离这远不远？新乡。嗯。新乡不太远。新乡远还是平顶山远？平顶山远。新乡有高铁站吗？新乡，应该有吧。新乡应该是有。他那个，坐高铁半小时。就是半小时就到了。20分钟。